新年恭喜哈，新年恭喜，你边啊呀，边啊呀，谢谢你啊，台北市华兴西主会人员甲咱来乡长张维珍，局长伫公所大门前发好红包，给咱来拜年贺，希望这些乡亲也会当过一个好年。在这边，给我们这个100户乐事家庭，能够有一个好年，虽然说不多，但是也希望说能够增加你们一点点，认为社会上还有温暖。发起这项送暖活动的林献堂指出，最近才向乡长张维珍表示，希望有机会会当回来协助地方的乡亲。想不到公所的效率这么好，马上举办这项送暖的活动。我30几年前移乡北京去台北，在那个旧年到了才13年，我讲我一直要回来做一个社会服务，看会当小可回馈一下。这是我一点的小可的心愿，但是我甲阮的乡长甲讲者，伊讲无问题，这交回来办，伊来用。结果呢，在这20天，干那20天的时间就把这个活动办甲真好。咱的乡长张维珍除了代表大家感谢女伯乡亲的热心以外，伊也特别感谢林献堂捐赠救灾工程车，予咱来乡队使用，保障咱来人的安全。咱拄仔在讲这吼，这拢是拢是咱咱来人。啊，结果伊出外口拍拼，因今仔日回馈予咱，等下咱拿来。伊若安尼尔嘞，伫顶年度吼9月份，伊捐献一台吼100几万的防灾救生工程车吼，等下予咱的消防队。来接受帮助的病人户，拢是无多得到政府救助的接受就好。工作希望透过大家热心，也予这些乡亲会当安心过日子。记者游明伟采访报道。